天下尤其仅有一位白玉堂。依姑娘，又见面了。无鼠的名号总该听说过吧？去留任我行。去留任我行。等来日。去留任我行。我知道衙门有衙门的规矩，但我们江湖也有江湖的嘛。横刀向天笑。想不到吧？不服气就再来，我还能怕了你？我这次来是要办大事，你要是染了，我便是一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兄的频道呢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在今天，终于微信官方公告了这一次的白玉堂的技能部分哈。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天赋吧，天赋赋役劫星哈。那在行动的时候可以无视敌方阻挡，就跟见血一样。但在主动位置的时候呢，你只要每穿越一个敌方，就可以获得一层侠义哈。那你侠义呢，如果有吸到三层的 buff 哈，你可以获得再移动二到四个哈。然后并且消耗两层，那上限就是三层了。也就是说，你至少要穿一次穿过三个敌人哈，你就可以直接再移动了。好，那你除了这个可以偷取一到两个随机的有益状态之外呢，那每一个有益状态伤害和暴击呢，你有一个，你只要偷到一个，哦，它不算偷，你只要它天赋有。应该是看白玉堂的天赋有几个，然后你的伤害跟暴击就会提升哈。好，那绝学追风赶月跟独星破日。好，追风赶月的部分是向前穿刺，然后并到达作用范围内的五个最远的格子哈，然后并对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 0.3 倍的伤害，并且偷取一个有益的状态哈。那本次攻击命中两个以上的敌方呢，可以获得再行动两个哈。那且不降低 buff 的有持续时间哈，并获得踏影的状态，持续一个回合。哦，不是踏影，是摇影状态，摇影状态持续一回合。那使用之后呢，可以切换成逐星破日哈。好，那摇影的 buff 呢，是对战中可以闪避一次伤害哈，且只可使用逐星破日或普通攻击，或普通攻击。OK， 就是获得这个状态的。白玉堂呢，就是可以只能用普通攻击跟这个逐星破日哈，你不能换其他招式去攻击哈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也太 OP 了。好，那逐星破日呢，就一样向前穿刺打五格哈，那对方内所有敌人造成 0.4 倍的伤害，并施加迟缓，哎、欸，这是蛮不错的、欸，还可以造成迟缓。然后这个是一个是偷取，一个是造成迟缓，反正 你通常放这些招就一起在放逐星破日啊。那记得哈，最好是攻击两名以上的敌人，这样比较好。其实这招来说还蛮不错用的，因为你又可以再迟缓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我觉得真的还不错。而且你用追风赶月打到敌人之后呢，你这个 buff 呢是不降低他的那个 CD 的哈，不降低他的回合数了。好，啊，他的被动呢，仗义疏财，暴击率提升 10%， 行动结束的时候呢，若自身存在两个以上的 buff 哈，则扩散随机两个。buff 给两个范围内其他所有者的 buff 数量少于自己的友方哦，这稍微复杂一点。反正呢，你就是行动结束的时候，你可以转移到队友身上啊，就类似这种概念的、啊。像诸葛亮是要放那个吸光回应才可以转 buff 嘛，但是白玉堂是可以直接用被动去转，但是它是数量少于自己的其他友方才可以转。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啊、哦。好，那在绝学部分，烫狼取物，攻击单个敌人是 1.5 倍的伤害。虽然这个招式不是很帅，但是 1.5 倍，然后并且对战前偷取两个 buff、哦。目标如果没有携带 buff 呢，则转换成对战之前施加持续状态，持续两回合哈、哦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招式有一个小彩蛋嘛，就是白玉堂变个老鼠冲过去哈、哦。蛮可爱的，好，单体绝这是单体绝学哦，就是就还可以的招式啊，并没有就是普普通通，我觉得是普通通，就一般的 1.5 倍了。好，绝学哦，狂歌动九霄，这是奇迹机吗？还没有写是不是奇迹机？不过看起来应该
如果不是七季的话，那这招就还不错了，就很值得用了。他没有特别讲，没有特别讲，应该不是七季吧。好，对放防内所有电超 0.6 倍伤害，主要是可以我的闪避哦，放防防器又可以得到闪避的状态，而且持续两回合。那对暴击目标额外施加吃幻二跟风脉状态哦，这蛮赞的。风脉是所有的被动绝学消失啊，然后吃完二移动一减二无法护卫。这个的话，我觉得还是不错啊。以 AOE 来说，然后 0.6 倍，然后可以施加，看起来不是7D级。应该有七一技的话，应该是会写。不过如果不是七一技，那这招真的还算 OK 不错。再来呢，就是白玉堂是有那个等一下再讲。还有一招绝学刀与横冲，一样是范围技啊，不过这是 0.5 倍。那另外一个 debuff 呢是封禁的状态，主动绝学是很减一，那持续两回合。那你只要每次造成一个伤害呢，就可以获得侠义一层。那这个也是可以快速累积侠义状态的招式哈。对，好。再来他的阵法哦，异属夺风阵，那要上这暗跟火属性哦，那基本上感觉就是给黛玉风，对啊，招进见血，都是御风。好，那额外的效果是期待自身期待 buff 的时候可以上下提高10%哈。OK， 那他的绝学部分呢，有孤挡跟罗刹一级啊，就是御风基本上都会有的东西。那绝学组合的部分就大家参考就好了。不过看起来就狂歌动九霄是必带的、啊，感觉是这样子。然后我的追风感月也是可以必带，不过这个都要看情况了。好，剩下就要看他的五属技能、五属的那个能力值是怎么样。那魂子推荐的部分是头狼跟服从。好，那这次的技能情报是这样，就到这边啊。当然，说实话啊。白玉堂的技能部分，我觉得还算是 OK， 还算 OK。你说有到非常强势吗？我觉得他干扰性比较多啦，像四成减一，然后再来是偷人家 buff 啊，再来就是风脉。就以功能性来说，以御风来说，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角色。但是跟展昭相比呢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展昭啦，那个大学真的太帅了。好不好？好了，那喜欢的频道呢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几只扣。那大家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讨论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